喂，你好，莱曼咖啡厅。你好，请你帮我找一位姓徐的先生。好的，请问哪位是徐先生？有人找。喂，哪位？徐光普，是我。咖啡店后巷，等会儿见。行，等着我。忙着呢，徐太太，请坐啊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好嘞，马先生。好了，谢谢馆长，谢谢馆长啊。慢走啊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好。科长还是怀疑乔守山，已经派人监控他了。夜莺突然出现，除了试探我和徐光普外，我觉得他还另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可能和云机号有关，此人很奸诈。科长也认为夜莺把目标锁定为云机号了。他这次来试探我们，第一肯定是为了找出我，第二他可能是为了追查云机号需要帮手。可是夜莺向来都是独来独往的。浴火计划是一个庞大的计划，自从我杀了孙宗吴之后，德灵诊所、宝丰余杭又接连被我们摧毁。夜莺现在肯定需要帮手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会直接面对夜莺。对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只要让我和夜莺见面，我就能把嫌疑转到徐光普身上。他可不好骗。可徐光普好骗。下面还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确切的要等上级的命令。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？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。你现在相信我们了？我一向独来独往，对谁都不信任。哼，那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？孙宗吴被暗杀，宝丰余杭和德灵诊所被毁，我相信这跟敌人的一个计划有关。什么计划？我还不知道。这个计划是由煤机关负责，我现在已经暴露，上面同意我们重建行动组。你和刘明珍在上海多年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行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别再像上回一样突然又不见了。小陈在宝丰余杭潜伏那么多年，我不清楚敌人到底知道多少，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好。你等我消息，还有两天后带刘明珍一起来。好。上级已经联系上云记号上的同志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早报吧。是。上级已经联络上了云记号上的同志。由他来继续追查，你们继续潜伏，等待下一个命令。另外，
尽快除掉敌人安插在我们中间的间谍韩东林。小罗呀，那个新的货轮设计你有想法了吗？具体的得等我图纸出来以后我再详细告诉你。不过我名字已经想好了。什么名字？凤凰号。凤凰号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这条船是在这样一个战争的时代里建造的，就像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苦难，但我相信它一定会重新崛起。好，非常好，那就抓紧时间设计。罗先生也在啊？啊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去画图了。坐。怎么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过来看看。啊，罗先生已经设计新船了。名字都想好了，凤凰号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不错。现在小罗就忙他的设计图，而东野就在改装云际号。再过两天云际号就改装好了，出港了。哦，去哪儿啊？大连。大同海市那边呢，有一艘货轮运载了一批海藏酒要到大连。那是运回上海吗？应该是。那个东野也会随船押运的。东野也会去？那当然了，第一次租用我们的船，他当然要押船了。来了。给你要的书。谢谢，你放在那儿吧。哦，好。开始设计新船了。是啊。哎呦，真是羡慕你啊。这有什么可羡慕？你看啊，总经理器重你，孟小姐呢又青睐你，这还不值得让人羡慕啊？青睐什么呀？别瞎说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下午有没有空啊？啊，有啊。那这样，你去帮我买一些小孩画画用的纸、笔、颜料，多买一点。哦，小孩子，谁的？是孟小姐那个小丫鬟雀儿，想学画画，我下班以后去教她。不是，你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教别人画画呀？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没问题。你懂什么呀你？我现在就去买。快去吧。小豆子，乔叔叔，你今天怎么没有给我做玩具呢？今天没空啊。那我们走了。啊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小豆子。干什么？过来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好啊。你帮我去打一个电话。电话号码是58392，告诉那边接电话的人，就跟他说今天啊我有空帮他修表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重复一遍，电话号码是58392，就说你今天有空可以帮他修表。行，去吧。记得给我做玩具哦。好。喂，乔叔叔让我告诉你，今天他有空的，可以帮你修表的。
知道了，谢谢。结账。他说，上面下了新任务了。叶英还和你说了些什么？孙宗吴的死，德令诊所，还有宝丰余杭被毁，都跟梅机关的一个计划有关。什么计划？他还没有查出来，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他一个人肯定完成不了，他需要我们帮忙。来，你多吃点，整天忙里忙外的，辛苦你了。行，你也吃啊。那我什么时候见叶英呢？再等两天吧。再等两天，上面命令就到了。啊，吃吧。说准了，日本人来查了。对，昨天下午来了一个日本人，对面还有狙击点，还有隔壁的偷偷进了我家。徐光普还是刘明镇？不知道。你放心，你这边暂时还是安全的。我刚才去见过徐光普。找他干什么呀？转移注意力，你这边现在是唯一的联络通道。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用说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，查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间谍。那好，你说，我全听你的。这两天你什么都不要干，你密切监视徐光普和刘明镇的一举一动。等我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人向梅机关汇报的。你同时还要密切观察，一定会有一个人帮助他们传递信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余恩里还潜伏着另外的一个日本特务？是的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一开始我也没想到，这一次梅机关计划周详，而且那个间谍能潜伏那么久，一定有同伙在他身边。哎，老韩那边有新消息吗？哦，刚收到。老韩在船上找到一个内线，现在剩下的就是让那个内线去查船上装了什么，运到哪儿。那好，明后天我们还见面，还在这里，只不过是晚上。好。云记号上包括船长、大副、厨师在内，总共12人，船长叫程九三，父亲是个打鱼的渔民，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，16岁的时候在一艘货轮上做小工，聪明能干，10年不到就做上了大副，通过老船长的举荐下当上了船长，后来被梁一同聘用当上了云记号的船长。他接触过共产党吗？没有发现。他对他的船员很严，云记号上有条规矩，就是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。之前码头上的工人组织的罢工，他和他的船员都没有参加。他的大副的，他是程九三的左右手，跟了他快10年了，程九三很信任他。还查到什么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。啊，他刚生了个儿子，他不会冒险的。张发祥，船上的厨师，干了快3年了，老家是东北的，做的一手好菜。他平常去什么地方？菜市场、酒馆，住在船上。其实有嫌疑的是这两个，一个是新来的，另外一个家里有亲戚跑去了延安。
通知宪兵队抓人。这样会不会惊动海威的人？用走私的名义抓人，这样船上就会出现孔雀，可以由我们的人顶上。嗨，抓人呢？说是他们走私。这不可能啊！我知道不可能，我给他们做担保，可日本人还是要抓走他们。船长，你想想办法。大夫，你回船上去看着船，跟船员们说，别让他们闹事儿。行，我去找总经理。行了，干活了。走了，干活了，哎，别看了，干活了，别看了，赶紧，来。老韩在船上找到一个内线。现在剩下的就是让那个内线去查船上装了什么，运到哪儿。先都扣起来。科长，夜莺出现了。什么时候？今天上午。何野说，夜莺接下来一定有个大行动，瞄准的就是我们的浴火计划。而且他已经启用了备用站，和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。我们相信，他已经把他发现的情报传送了出去。不过，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只知道我们是一个大计划，而不知道具体内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两天以后，夜莺要求见徐光普和何野，为他下一步的行动寻找帮手。他只需要一个人。两天后也是云记号出港的日子，夜莺会用这两天的时间确定他的目标。那何野岂不是很危险？观察是我们的本能，夜莺会看徐光普或者何野接触过什么人。你千万不要再单独接触何野，如果迫不得已见完何野之后，也要去找徐光普聊天。何野有办法让徐光普背黑锅，只要除掉徐光普，何野就会成为夜莺的助手。到那个时候，夜莺就只会看到我们需要让他看到的东西。哎，不用，那怎么能行了？来，拿着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了。啊，总经理呢？哦，他出去了。到哪儿去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宪兵队抓了我两个船员，为什么？说是涉嫌走私。我刚从宪兵队过来，他们就是不放人。总经理去航运局忙手续的事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先别着急，日本人没有证据，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。那是宪兵队，进去的人还能活着出来吗？你冲罗先生发什么火啊？没事，他也是担心他的船员。这样，你给航运局打个电话，问问总经理回来了没有。哦，好，快去吧。
来，你先坐，别着急。我想总经理回来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坐。真相啊，日本人太霸道了，简直就是土匪。这马上就要出海了，偏偏在这时候抓人。除了我们的人，还抓了什么人？这个我倒没注意，反正码头上乱糟糟的。告诉总经理了，他马上去宪兵队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。真相，宪兵队那种地方不是你这种人应该去的，你忙吧。哎。机关长让我们谨慎行事，你怎么突然间在码头抓人呢？只是有两个人可疑，我一定要堵住一切漏洞。另外，为了你的安全，现在云记号上空出两个岗位，用我们的人顶上。这样的话，中国船员就有十个，我们的人有五个。你的呢？两个助手靠得住吗？竹中和川村是我亲自挑选的，没问题。黑田，从第一课挑选最好的两个队员给东野君。嗨。还要伪造五份中国船员的证件。嗨。这样云记号上的力量对比是2:1，你要谨慎行事。我明白。海卫队抓人的事有什么反应？他们也就是抗议一下。成就三回来之后很生气。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人。航运局那边呢？航运局的内线会把大同海事的记录全部销毁。另外，梁一统明天就会把所有的出港手续办齐，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证据，我们才能和浴火生化武器撇清关系。嗯，好。梁一彤去了宪兵队，想保他的船员。告诉宪兵队，关两天，等云记号走了之后再放人。嗨。夜莺两天后会有所行动。只要云记号离开吴淞口码头，他别想得到任何情报。冯师傅，啊，回来了，啊。冯师傅，嗯，我的衬衣你帮我洗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里边有个弹头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在。上回孟小姐走了以后，哼，你就把这个拿出来看了半天。怎么，这个弹头没什么？我一直带着，你呢？你心里有我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正因为我心里有你，我更不能来找你。你认为靠近你的人都会有危险是吗？你要活着，你应该好好的活着。小姐，你在画什么呀？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啊，没什么。
这双眼睛好凶啊。是吗？嗯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哪儿见过这双眼睛？在老裁缝那儿。小姐，你跟这个先生认识啊？算是吧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情。不敢做的事情？什么事情啊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去画你的瓶子去。我都画了好久了，我歇一会儿嘛。偷懒。是谁缠着我要学画画的？你看我的手都画酸了，我歇五分钟陪你聊一会儿我再去。小鬼头，来坐。好。小姐，你和那位先生是怎么认识的？雀儿，你帮我找一下小裁缝吧。找毛弟干什么？我想打听一个人。哦，是那位做西装的先生吧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还一样东西给他。好，我下午就去找他。这弹头在你心里边分量挺重啊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孟小姐来我这儿做衣服，总是带着一个木头坠的项链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戴过别的项链。那里面有我们两个的照片。那这弹头是不是也跟孟小姐有关系啊？小豆子，这该怎么玩啊？上发条啊！我拧了，它不动。我看看。哦，你看，这个齿轮它坏了，我帮你修一下。小豆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好啊。去给我买一点辣椒和花生来，记住啊，辣椒要越辣越好，花生要生的。哦，那你赶快给我修好啊。行啊，快去。毛弟，毛弟，啊，出来干什么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就是那天在你们店里面和我们小姐说话的那个人，他有没有来过？你问他干什么？我们小姐要问的。哦，没有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你撒谎。你刚才低头看鞋了，你只有撒谎的时候才会低头看鞋呢。我没撒谎。他到底是不是来过？我不能说，师傅会骂我的。他骂你，那我还打你呢。那我还宁愿你打我呢。那我还不打了呢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我们小姐让问的。什么事啊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小裁缝，你就行行好，告诉我吧。哎呀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把话说清楚。哎呀，咱不能走。你让开。不让。哎呀，不让。哎，你让开。
哎呀！券儿，券儿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碰我！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说就不说嘛，干嘛推人家嘛？真是的。哎呀，你别哭嘛，你。好了好了，我说。你告诉我。你先起来。你说吧。我说了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！我发誓。那个人，他一直都在我们的铺子里。什么？爹，买回来了吗？嗯，乔叔叔，花生和辣椒已经买好了。我的玩具好了没？你的玩具啊，也好了。你看。哎！乔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尝尝。乔叔叔，你骗人！辣死了，辣死了，辣死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哟，罗先生啊，吴妈，孟小姐在吗？她出去了。这是给雀儿学画画用的，她可能忘了。对不起啊，让罗先生白走一趟。没事，她没说她去哪儿。哦，她去裁缝铺了。啊，那行，再见。再见，罗先生。哟，乔先生倒垃圾啊？对。呀，怎么了这是？感冒了。哎呀，我家里有药，我给你拿点药去。哎，不用，两天就好了。两天就好了。那行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哎呀，你看你嗓子哑了。谢。走了，再见。冯师傅，哟，孟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想看看我做的旗袍做好了没有。这儿，马上就好，明天熨好了我就给您送过去。做工不错，冯师傅。啊，上次来做西装的先生来过没有？啊，没有，没来过。那他的西装什么时候做好？还得等两天。这不忙着给你赶旗袍呢吗？哦，他选的是哪块布料？他选的，我想想看啊。孟小姐。啊，这儿。来，这块布料是。这是他的尺寸吗？是啊。冯师傅，
您给我做了几年衣服了？有四五年了吧。那咱们算是朋友了吧？当然。雀儿，你和毛弟出去一下。出去了，走。冯师傅，既然是朋友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孟小姐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那他呢？谁呀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刚才那个尺寸不是他的。那就是他的尺寸，我亲自给他量的嘛。我比你更了解他，我知道他住在这儿。你叫他出来吧。谁呀？你说的是啊？他一定在这儿。进来说。你就住在这儿。是。这个还给你。你就这么烧了吗？这张照片本来就不应该存在。不存在？那你和我的感情也不存在。等我走了再烧吧。云霁号后天就要启程去大连了，这是我唯一能告诉你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管这件事吗？你只在乎你的任务吗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这是你的职业习惯吗？让所有人都对你琢磨不透，包括我。别再管这件事情了，很危险。有什么危险？你最好不要知道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就跟我说真相。海威轮船是我义父的公司。日本人在利用云霁号秘密运输一批货物。还有呢？我只知道这些。我要去告诉我义父。美如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日本人会发现，他们会杀了所有知道的人。那怎么办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就跟我说真相。海滨轮船是我义父的公司，日本人在利用运气号秘密运输一批货物。我要去告诉我义父。美如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日本人会发现，他们会杀了所有知道的人。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义父被骗吧？我父亲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不一样，这次是梅机关，日本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，他们已经杀了很多人。那怎么办？你相信我吗？如果你还相信我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也不要问。可是我担心。交给我，我会保护你。你的义父，还有你的朋友。我一直都相信你。你还记得吗？那颗子弹。从你这里穿过去。打进我的身体。都已经过去了。你既然在乎我，为什么还这么对我？我早就说过，我带给你的只有危险。可我和你在一起觉得很安全。你来的时候还有谁知道？怎么了？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学会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墙上的东西，还有我。你忘得了我吗？喝点水。老徐。啊。我想出去走走。现在呀。啊。算了吧，你看你受着伤呢，在家里休息休息多好啊。我没事，天天在家里闷着可难受了，我出去透透气对身体有好处。哎呀，你说你受着伤，出去走走，人家看出来怎么办？这样，嗯，来，过来，这样不就看不出来了吗？那行，我陪你走走。哎，门不关啊？马上就回来，关什么门呢？洗碗呢。哎哎哎，徐太太，好几天没看到你了。有些不舒服，在家休息呢。是吗？哎呀，没事吧？我还是。徐先生对徐太太真好，还陪着一块散步呢。啊，对了，啊，徐先生，我这新到了一个牌子的头油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不用了吧，我这个头发还用什么头油啊？怎么就不用了呢？去试试看吧。就是试试看，不是一会儿就试一试。那行，等我啊，我马上就好。来，
谢谢王师傅。嗨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这头油啊还真不错。哎，对了，我得把钱给你。哎哎哎，不用不用不用了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看你头发有点长了，要不明天理一理吧。哎，对对对，明天一起算吧。那行，啊，明天一起算。啊，哎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走了。徐先生、徐太太，走了，慢点啊。谢谢啊。哎，再见再见。你为什么要我忘记这些？记忆有时候会很危险。记忆有时候也很美好。你不能只活在记忆里。那是我的选择，你无权干预。我想让你好好活着。海威轮船的事情你必须告诉我。那好，那你先答应我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再追究这件事。好。那天晚上去夜总会，我是想刺杀大汉奸孙宗吾，结果我发现他牵涉进日本人一个大计划，还有日本人的间谍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孙宗吾就是他杀的。那你还查到什么？就这些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卷进这件事里来，日本人已经杀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。这件事情我不能不管。美如，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的世界我不懂，我只关心我身边的人。如果你坚持这么做，你不仅会害了你自己，还会害了你周围的人。你总是这样替别人着想，却不会顾及自己的安危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不要打听云记号的事情，我有我的渠道。我想帮你。保护好你自己就是在帮我了。我知道了。不要来找我了，是我会去找你的。还有，我不是你的未来，你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。你不应该瞒着我。这件事啊，头绪太多，他压力大，别怪他。
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。他说的对，孟小姐可不敢引火烧身呢。我自有分寸。啊，那就好。他这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。先拿回去试试，不合身我再给你改啊。一定合身。那他……放心吧，我在呢，饿不着的。谢谢你，冯师傅。去吧。没事儿，哎，我累了，咱们还是回家吧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嗯。呀，出去啊！回来了。乔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回来了。这是要出去啊？对，出去吃饭去。哦，哎，您请。哎，再见。好了，给你呀，你早就应该换块表了。看着点儿。那行，我先给你拿药去。好。雀儿，哎，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吴妈也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小姐回来了，什么事情不能说啊？没什么。哎，小姐，下午罗先生来过了，这是他送来的。
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他还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应该是送给雀儿的。给我的？我请罗先生啊，教你画画。真的？画笔？雀儿，你看这老师多好，不收学费还送礼物。我呀，是沾了小姐的光。小姐，嗯，你，哦，那个我还得试衣服呢。小心说漏了嘴。美如，她很聪明，瞒不住她的。孟小姐很关心你，她关心所有的人。是，她是个坚强的女人，我知道。要是不打仗，我想你们两个再救。别说了。好，好，我是担心呢。孟小姐知道了日本人的事儿，她会不会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日本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，层层设防，码头、海威轮船，甚至在我们的行动组，早就被安插了间谍。我生怕美如说错一句话，招来杀身之祸。是啊，再说日本人又不傻，他们也会察觉的。冯师傅，转移人员去大后方的通道还安全吗？不安全呐。从去年年初到现在，有好几波人被抓了。这一定是煤机关的间谍搞的鬼，得尽快把他找出来。你觉着乔少山这个人靠得住吗？需要观察。其实有个人呢，帮帮你，也挺好的。冯师傅，能有稳妥的办法离开上海吗？你给我点时间，啊，我想想办法。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早点歇着吧。
帮我戴上。坐在这你跟总经理说，人一定要把我保出来，拜托了。九三，这次你跟东野龙出海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放心吧，你的云记号我一定完完整整的给你带回来。船是其次的，人最重要。我出海这么多年，出过事儿吗？啊？我只是觉得这次从刚一开始谈生意就死人，船还没出港，船员又被抓。我是真想，你一个留洋回来的人，怎么也这么迷信呢？我不是迷信，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有什么不对劲？我也说不好。哎，九三啊，船上的电台检查过了吗？检查了。这样，你务必每天给我发一封电报，让我知道一下情况。每天发？对。真受不了你，走了。程船长。哎，罗先生，都检查过了吗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好，抓紧进度，我们今晚一定要完成所有工程。哎。哎，等等啊！哎。去买菜了啊？是啊，这不马上要出港吗？还有些东西没备齐。船长，你这是？我这不是也没粮食了吗？去忙吧。哎，证件。怎么，他日常通行证？好了，进去吧。非常感谢，再见。总经理，哎，我们的船员怎么样了？过两天就放，还好有东野先生，要不然呢，麻烦就大了。他出的面？是啊，我赶到了宪兵队，好说歹说，怎么都没用。人家东野先生知道了，专程到了一趟宪兵队，他一出面就简单了，然后宪兵队走了个过程，过两天就放人。那就好。明天云记号就出港了，那咱们还缺两个人怎么办？没事，东野先生还会派他们船上的间隙船员上船补充。让他们的人上我们的船，有什么不好？行，那我去了。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买面去了。哎，别忘了去王师傅那儿理理发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徐先生，哎，来来，王师傅，哎，来来来，我等着你呢嘛，哎，来来来来。
行，谢谢你啊，王师傅。哎，没事。啊，行，走了，我还有面呢。徐先生慢走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慢走。冯师傅，我去等个电话。是乔少山的电话？嗯。你好像不太喜欢跟别人合作。啊，这次不一样，我面对的是整个煤机关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很重要。哦，别着急，这衣服啊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跟你们做的事儿一样，细致活儿。别担心，会找到办法的。师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给林大哥惹了多大的麻烦？我错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后悔了，当初这只鼓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有买，现在长成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当时就劝你买，你看，哎，这倒是要买。要翻好几番的呀！是啊，就买啊！要犹豫，但是现在再买已经来不及了，毕竟长这么高，可以。
喂，你好，请问找谁？好的，哪位先生姓林？喂，喂，是我，你完了，我有重要发现。说，医院里的理发师王华培是间谍的联络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东亚分店跟丢了他，他不是一般人。谁让你跟踪他的？那么好的机会不跟太可惜了，我很小心的。你先回家，晚上在钟表店见面。接下来的事交给我，好吧。哎呀，还是你知道疼人呐。义父，嗯，我听到一些谣言。什么谣言？我担心东野龙会不会骗我们。他怎么会骗我们呢？肯定是有人眼红我们接到一笔大生意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我父亲的事情。哎，这个东野龙不一样，他还帮我们保被抓的船员呢。而且人家每一笔钱都是按时支付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哦，进来，罗先生。孟小姐来了。对了，昨天的事情真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事给忘了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不会忘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请罗先生教雀儿画画，昨天有事给忘了。小罗画画画得很好，你好好教哦。好的，那我去换件衣服。总经理，这个你签一下啊。何爷确定乔少山进去过？很确定，而且刚才我从余园里出来的时候感觉到被人跟踪了，我是在饭店换了衣服才出来的。是乔少山。黑田，我说过什么？不能遗漏任何一点。现在可以断定，乔少山就是夜莺派来的，他的钟表店一定就是备用站。那现在就把他抓起来。不，他会带我们找到夜莺，全面监控钟表店。我要知道什么人去过哪里，说过些什么。嗨，金木，你继续配合何野做局，把嫌疑转到徐光普的身上。嗨，晋江有什么新情况？夜莺马上就会落入我们的陷阱。云际号内线发来的情报，云际号明日起航，空船去大连港。发给上海备用站了没有？发了。收到回复了吗？还没有。这几天监督着云际号改装，很辛苦吧？为了浴火计划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机关长会给你们践行的。来之前，我们都已经把冷藏室都测试过了，万无一失。云际号一旦出港，浴火计划就无法终止。东野君，
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这一代就是为了帝国称霸世界而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使命。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使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云姬号就能带着浴火计划将长沙城变成真正的地狱。小刘，大连那边有消息吗？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电报。啊？什么？大连那边也全部被摧毁了？看来只能靠林建松他们几个了。李太太，王师傅回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呦，张太太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廖师傅。救命！啊，请坐。先生，您不是愚园里的人吧？以前没见过呀。啊，路过。小心，热毛巾。请稍等。先生，这刀子很锋利，等会儿您不要乱动，小心伤着你。你小心点就行。嗯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来交接潘掌柜的那笔账目的。啊，徐太太。徐太太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来交接潘掌柜的那笔账目的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我昨天和你的丈夫徐先生说过这件事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别停啊，老板。啊，好的。哦，是老徐是跟我说过来着。要不咱们去家里详谈。家里不方便，还是这儿吧。好，王师傅，我跟这位先生对一下账目的事情，麻烦请您回避一下。好。先生，好了，谢谢。你是叶英？是。不是说好了明天见面吗？你和徐光普相处多久了？从余杭建立的时候开始。对他没有怀疑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我现在怀疑他。你是最熟悉他的人，我需要你的意见。同时，我现在发现煤气官正在秘密改装一艘名叫云际号的货轮，我怀疑敌人有重大的阴谋，我需要你帮我。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监视徐光普，同时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获取关于云际号的情报。要快。先生，要走了。钱放在桌子上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他这是在试探。这个人就是叶英。是。我们是不是暴露了？你肯定是已经暴露了。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绕过徐光普直接跟我接触，说明他已经信不过徐光普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刚才跟我隐瞒了两件事情。什么？乔少山还有备用联络站的事。乔少山还有钟表店，科长已经全面布控了。叶英还没有完全相信，不过他让我从徐光普那儿探听云机号的情报，这是个机会。你赶快回去请示金井科长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一个人能行？别客气，来来来。走吧，快点。走走走，好，谢谢。没事没事。走走走，来来来来。别着急。慢点慢点。好好好好。谢谢王师傅。小意思，徐先生，你太客气了啊。
雀儿，哎，雀儿，你的老师来了。小姐，雀儿，你看，罗老师来了。罗先生，你好，来坐。小姐，在给罗先生拜师之前，我要考考罗先生，行吗？哟，你这个小蹄子，罗先生肯教你已经谢天谢地了，你倒端起架子来了。没问题，你想让我画什么？嗯，当然是画我们家小姐喽。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我们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罗先生要是能把我们小姐画好啊，肯定能教我，对不对？小鬼头，这得问你们小姐了。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？嗯，好啊。等一下，小姐，你去换上那件新旗袍吧。你怎么那么麻烦呀？哎，快去呀！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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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！快点。罗先生，请稍等。小姐，你真漂亮。我坐哪里啊？你就坐这儿吧。嗯。转过去点。黄跑车来了。谢谢老板。证件。浴火计划的成败就在你们几个人身上。明天一早你们登上云锦号，秘密前往大连港运输浴火，然后返回上海，逆江而上前往长沙。报告。出什么事了？季馆长，夜莺去见了何爷。什么？就在刚才，夜莺突然来到我的理发店。他们说了些什么？何爷说，夜莺来一是试探何爷，
二来，他要何野小心提防徐光谱。野营已经锁定徐光谱了。还有呢？啊，野营要何野刺探关于云记号的情报。关于云记号，野营知道多少？目前来看，他只知道在改装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何野进一步取得信任的好机会。告诉何野，适当的时候给他透露一些真实的情报。机关长，这个放心，明天早上云记号一走，船就在我们的手中。一旦何野取得了夜莺的信任，那么夜莺就是我们手中的棋子。秦牧，夜莺有没有说过乔少山的事？没有。那看来夜莺还没有完全信任何野。黑田，钟表店的布控安排好了吗？布控人员已经就位。给我盯死钟表店。好，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。浴火计划的成败在此一举。嗨，罗先生这几天一定很忙吧？还好。云记号明天就要出港了，你不会担心吗？每次他出港，我都有些牵挂。如果云记号……小姐，罗先生，饭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我还没画好呢。没事，吃完饭再画吧。那好吧。老板，休息下座钟。啊，你急吗？我这两天有点忙。啊，不急不急。慢走。哎。怎么样？全都录到了。休息下座钟。啊，你急吗？我这两天有点忙。啊，不急不急。慢走。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。哦。出什么事了？乔少山彻底暴露了。那这可就麻烦了，他们会不会？不好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只能勉强试一试，看看敌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你要去钟表店呢？没别的办法了。要不再等两天看看。乔少山等不了，你别担心，我走了。小心呐。这里果然是他们的备用联络站，密码能破译吗？加密方式和德林诊所的不一样，他们一定是更换了密码。能想办法破译吗？只要知道密码册，我们就可以破译。密码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山海经，读书人，闲的没事看看。去，给我找一本广义数据出版的《山海经》。嗨，好像有人来了。你怎么才来了？确定安全我才进来的。你下午从御园里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踪你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午怎么去了理发馆呢？我去试探一下刘明镇。为什么呀？云记号。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查出那个潜伏的特务吗？不仅要找出特务，而且我们还要从他的身上获取进一步的情报。你是说将计就计？你这儿被监视了，我进来的时候发现有特务。什么？不过只要你别轻举妄动，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不，怎么会是安全的呢？你查出的那个联络人王华培，对，他下午本来是有机会对我下手的，但是他没有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就说明敌人现在还不想杀我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，只有这样才能再拖延几天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跟刘明珍说了什么？关于徐光普的事情。我也怀疑徐光普，他昨天晚上单独见过王华培，今天早上也见了，然后王华培就离开了理发馆。我不是说过你只负责监视吗？我看机会难得，错过了特别可惜，所以我就跟踪了王华培。你这样做，你想过后果吗？能有什么后果？你一旦败露，就会威胁到唯一和老韩联系的渠道，而且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任务的成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找到了确实的证据。证据有时候会说谎。怎么可能呢？整毒机器你没听说过吗？敌人想让你往右看，他就从左边暗算你。冰山只露出一角，我是想通过这个间谍找出煤机关的整座冰山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乱我的计划。你有什么计划从来不告诉我，我只是想帮你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的身份我还没有跟徐光普和刘明珍说，你继续监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一定要查出来云记号到底运的是什么。还有，你这儿已经不安全了，准备转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觉得徐光普和刘明珍哪一个才是日本特务啊？
有嫌疑，幸好正常。我之所以去理发馆见刘明真，是因为我在此之前听到的只是徐光普的单面说法。你说的对，徐光普，他的嫌疑确实很大。 那这么说，我的判断是对的。是，我说过，我要从他身上找出云记号的情报。怎么找？通过刘明真。他？就看明天了。明天你要见刘明真？是的，我已经跟他约好了。那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啊？不用，你好好在这守着，晚上等我。 别忘了我告诉你的，别再轻举妄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路口那边有我们的人吗？ 去倒一下垃圾去。啊！机关长让我告诉你，用真情报换取夜莺的信任。 云记号明天空船启航大连港。另外，船上的货物运的是代号为“浴火”的生化武器。这条情报告不告诉夜莺，你自己把握。 刘明真哪个是日本特务？现在看来，两个人都有嫌疑。我之所以去理发馆见刘明真，是因为我在此之前听到的只是徐光普的单面说法。你说的对，徐光普，他的嫌疑确实很大。那这么说，我的判断是对的。是，我说过，我要从他的身上找出云记号的情报。 怎么找？通过刘明真，他就看明天了。再倒回去。放。我一定要查出来，云记号到底运的是什么。还有，你这儿已经不安全了，准备转移。好。
我听你的。哎，你觉得徐光普和刘明珍哪个是日本特务啊？停。这一段怎么没有声音？不清楚，也许是故障，也许是有人路过。发。证据有时候会说谎，怎么可能呢？声东击西你没听说过吗？冰山只露出一角，我是想通过这个间谍找出煤机关的整座冰山。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打乱我的计划。科长，乔少山的密电已经破译出来了。爹，已经锁定煤机关间谍的联络人，将会尽快找出敌方间谍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野樱已经发现了青木，不过对于河野和徐光普，他还没有确定到底是谁。所以野樱才会去理发店见河野。不错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让他更加相信徐光普是我们的人？何也会有办法的。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下午月英来过。来哪儿？这儿？不是不是，他去了理发店，我不是去弄头发吗？正好碰上。他是不是也试探你了？这，这个人真是的，他怀疑我就算了，他怎么还怀疑你呢？这很正常啊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们打听一下一艘叫云记号货轮的事。云记号？对。他说这艘货轮可能跟敌人的一个大计划有关系。什么计划？他不知道，他觉得咱们在码头上潜伏那么多年了，肯定有关系能查到。哎呀，我怎么总觉得他又在耍我们？我看不像。要不我明天去航运局试一试。怎么，你航运局还有关系啊？潘掌柜之前带我去过两次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认得我。哦，那么这样，我明天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不用，突然去了一个陌生人的话，我害怕他担心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要去咖啡馆看一看几点和叶英碰头的吗？行，那你明天自己当心点儿。知道了，我打听出来什么我告诉你。好。这个家伙。钟表店被窃听，还有特务监视，我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。乔少山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敌人既然窃听那里没动弹，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。
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像对付德灵诊所那样把钟表店也给端了呢？金井想用这一招查清我的一举一动。云集好运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左右整个战局。他想用这两招把我困住。哪两招啊？潜伏的间谍和钟表店的窃听器。金井一定是想要知道我在刘明真和徐光普中间到底锁定了谁，还有云记号我知道多少。那这两个人你到底锁定谁了？徐光普一开始就有嫌疑，那天还带着我的手表来见我。关于那个刘明真，他应对自如，也具备深度潜伏的素质。是啊，他们是想迷惑你。我也这么想。那你在钟表店没说漏什么吧？应该没有。刘明真，徐光普。古时候人织布啊，用的就是两根线，一根叫阴线，一根叫阳线。只要把这两根线同时往外一抽，那块布自然就散了。小姐，罗先生人呐真不错。嗯，但是小姐，我觉得罗先生画的像你，可是又不像你。他画出了我其他人不曾看到的一面。那是什么？小姐，我觉得罗先生看你的眼神和那个人不一样。这才是过日子的人呐。小姐，别怪我啰嗦，这个过日子就得找过日子的人。那个罗先生呢，多好啊，他对雀儿都那么有耐心，对你肯定也会很好的。吴妈，小姐，这项链也是到了该摘下来的时候，摘下来或许你就能忘记他了。你就这么烧了吗？这张照片本来就不应该存在。忘记他。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学会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，我不是你的未来。你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或许，我是时候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了。顺风顺水，顺风顺水，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。这些年来神灵保佑，
靠着这片海，我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望神灵保佑我们一切平安，以后也一样。九三呐，现在人和船都交给你了。总经理，放心吧，不管风浪有多大，我一定会避重就轻，绝不会逆水行舟的。嗯。不管顺风也好，逆水也好，人最重要。知道了。大胖，好好照顾船长。是。总经理，明天你们将登上云锦号，前往长沙，在那里释放余火，在那里消灭他们。这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。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干杯！誓死效忠天皇。程船长，你们来得很准时嘛。大夫，带他们去船舱。是，东野先生，请吧。带云锦号出港。是，船长。全体船员注意，全体船员注意。准备出港，准备出港。全体船员注意，全体船员注意。准备出港，准备出港。总经理，云锦号这时候应该已经出港了。是啊，每次船出港，我总觉得像自己的孩子要远行，有点舍不得。不用十来天，云锦号就回来了吗？是啊。别胡思乱想，多花点心思在新船的设计上。是的，总经理，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商量，我想把手头上的事情都放一放，专心设计新船。好，东野君，希望你一帆风顺，把渔火带到长沙。嗯。